完了，坏了，那前面这警察要查喝酒的呢，你说我这口酒喝的倒霉不？你说，赶紧。哎，醒醒！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这车怎么停这儿了呢？啊，车怎么停这儿了呢？是吗？这是车吗？那你还以为是炕呢？我睡着了。司机呢？啊？你是不是喝酒了？喝酒了。我们正在查酒后，来配合我检验一下。不，我没开车喝酒，你检验我干啥呀？你没开车，谁开车？开车的，谁开？他干啥去了？哎呀，可能是车没油了，他去找油去了。你这车不还有半格油呢吗？这车烧机油。不是你这车谁开的你不知道吗？我车我儿子开的。你儿子呢？我儿子可能去找油去了吧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赶紧让他回来啊，要不然把车给你拖走。对。儿子，你溜哪去了你啊，警察来了你走了你啊。什么玩意儿啊，那个啥，我这车搁这不行了，那个警察来了，搁这儿，你赶紧过来一趟啊！你这那开车哪有这么开的？听话，他问这是哪呀？你儿子刚走，不知道这是哪儿？你刚走，你不知道这大戏院后身儿？你大，快过来！你这是违法停车，先给你做个笔录，车主是谁？什么叫车主？车的主人。我儿给我买的。那就是你的车呗。我的车。姓名？姓赵。名字？肇事者。我没问你肇事者是谁，我问你名字叫什么。我名字就肇事者呀。世界的事，折折巴巴的折。年龄？53。你这快不行了。你说啥玩意儿？53就快不行了？不是，我说你这车底盘都漏油了，咋还上道呢？这车是新买的，这97啊，这不看不出来吗？你这啥车？97。你这不秋秋吗？新手的秋秋吗？这车，行啊，挺贵的。这个车到你手也不值多少钱了。不是，我5000块钱买的，我儿子花25000修的。这车厉害呀！啊，我跟宝马都飙过车。你这车跟宝马飙车？有一天下大雾嘛，看不着，我就为了省电，我也没打灯，我就跟他走，走走，咣家就给他撞上了。完，我吓得我跟他急眼了，你停车咋不告我一声呢？他说那我都进库了，你咋还跟呢？你那是给人追尾了。是追尾了。赶紧签字。别的，我儿子你能熟悉，等他来他说认识你队长。跟我没关系。不是不是，有关系没关系的。真的开 4S 店的沈阳叫三毛子，你看见就行。这孩子不省心，这孩子。哎，你干啥去了？你咋了的？你这刚才你在说这车你给停这干嘛呀？啊，车你给你这警察正搁这呢，搁这查酒驾呢，就这我完了你就撂这了，你干啥呢？我搁那边喝酒呢，干啥呢？正喝呢，喝这么长天，你呱一个电话，我这俩把我吓。警察你好，怎么了？我这撞谁了？啊？没撞谁，
那个，你是他儿子？我是他儿子。这车是你开的？不是。你怎么来的？我开车来的。不是，我司机开车拉我来的，是的。啊，对了，他司机拉的我坐这车上了，完他说你先等一会儿，我就睡着了。他说他拉他去。不对，早上你不是自己走的吗？我有事儿，我司机一直在那陪我来的嘛，不这个事儿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跟我跟他对一下子，你怎么就走？等会儿啊，你早不喝晚不喝，你这阵喝啥玩意儿？咋了？喝酒咋了？那查酒驾呢？我这我喝了一口酒。你查酒驾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也喝了吗？啊，你开车了？我开车来的吗？完，你给我打电话说车是我开的。那我咋整啊？我没不知道你喝呀。你这是我亲爹，你这不把我扔里了吗？这不是吗？你不说你有人吗？你找找人啊。找谁？你找谁？那玩意儿人家认酒不认人啊，现在呀，关键逮住就完了，现在呀。到底怎么回事？那个我先打听打听警察，这玩意儿怎么个处理法啊？什么标准呢？按照新交通法规定，如果是酒后驾驶就要处以罚款或者拘留。啊，那没事，罚点款打平敌流就完事了，是吧？什么敌流？还打什么敌流？就进去了，还打敌流。如果是醉酒驾驶，那就要负刑事责任了。刑事就废了，就废了，找谁报？那都怎么个标准呢？按照老百姓话说，半杯啤酒就是酒后，一瓶啤酒就是醉驾，对，一两白酒就是酒后，二两白酒就是醉驾。哎呀，那他喝半斤，半斤白，没，那跟他没关系。怎么？这怎么你喝多少酒啊，爹？这还听不明白吗？那警察你在哪？我跟他解释就行。这个酒后驾车就好比你打麻将，明白没？喝半杯啤酒就等于点个屁壶，哎，喝一瓶啤酒就是点个夹，喝一两白酒就是点个飘。像我这喝半斤往上，基本上就是三杠一飘，单砸七彩杠子开，咔满贯。三满。行了。三满吧。你俩回家打麻将去吧。车到底谁开的？我开的。那个警察，我听了，这车呢是我开的。我开你开啥？我开的。你开你不进去了吗？你不满贯吗？你我满贯，我顶天是个屁壶，我开的。你啥壶？这炮我也不能让你点。警察，那个这炮是我点的，不是这车是我开的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搁哪开的？你上哪去了？我不知道你上哪了，我咋说呀这事啊？怎么回事呢？俺那老哥几个给我过生日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是一口酒都没喝，完了我一直喝茶，我就去趟厕所，回来我一看都差不多了，我说咱这样杯中酒吧，完我端起酒杯我还以为是茶水呢，我喝完之后我就觉得有点酒味儿，因为上次被处理过一回，后来我就，你说我是，哎呀，这我开的，你就咋处理都行，老手，车确定是你开的哈？是我开的，那你怎么上副驾驶了呢？我看你啥，我害怕了，我就装睡觉了嘛，这不是一跟他就过来了。爹，不是说当儿子说你，你说你这招出的多高啊？警察我都不怕你笑话，我爹这都不第一回。头两天拉他孙子出去喝酒，我儿子才四岁，他喝完酒开车回来，半道遇到查酒后的，他一看睡不好，搁车上给孩子灌口白酒。警察一查他说你吹呀、啊，吹完说酒精超标，他说我没喝酒，超什么标啊？你那玩意好使吗？来，你给孩子吹一下。我儿子吹完也超标，给警察整懵了。对不起，大爷，我们这机器坏了。你这是啥玩意儿？别说了，后来不也处理了吗？你处理是没事，我儿子回家耍三天酒疯，睡三天没起来。你啥玩意儿？那是，我不能这么干了，爹。哦，上次那事也是你老人家哈。是的、这次没有那事了。来吧，既然车你开的。我这有测酒仪，来验一下。测吧，测。你到底喝多少？屁壶。怎么没反应呢？你看，
还死活呢是吧？你就好好吹吧，你是不是往回抽的气儿啊？啊！好好吹吧，这啥时候？来，没，还是没反应啊？啊？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机器又坏了？不可能，摔坏了。我吹啊！满贯。嗯，叔，你到底喝酒没有？哎呀，那我可能是吓着了，那里头就掉几滴酒，我可能，哎呀妈，紧张了，醒酒了，炸糊了。这闹玩没有这么闹的，你炸糊啊你！炸什么糊？警察，那这么说这样啊？你那个该你就按我喝酒了处理我，我接受一次教训，行不行？好了，该罚罚，你该啥啥。既然你没喝酒啊，那个今天也没有造什么事故啊。赶紧把车开走吧，不罚款了。爹，你只要没喝酒，这事儿好啊。我们这是人性执法。爹，你今天对我，你可以别人性了，好不好？你会你少罚款。你只要没喝就没问题，大平。你别整吓人捣怪的，你这个是有啥玩意儿？嗯，这罚点，多少罚点，当。能不能不墨迹？再墨迹把车给你拖走啊！不咋急眼子呢？你罚点，罚点呗！你说多少遍了，罚款不是目的，罚款不是目的，知道吗？目的就是罚款，不是，是为了让咱们接受教育，你知不知道？以后啊，咱爷们儿都别喝了，对不对？是，警察呀，多不容易呀，这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，你说这大夏天。这赶上七月份能有那热都有四五十度，站在油漆路上就搁那指挥交通，而且那尾气排放对身体还不好。咱们搁这车里的一箱火开空调还这事那事的，到冬天冰天雪地的四十多度冻那样都有关节炎呢。所以说咱要理解警察，今后呢咱们都守点法，谁也别喝酒了，行不行？不是不让你喝酒，哎，这话说的对，关键是喝车别开酒，开酒别喝车，对不对？是叔啊，只要您能理解我们警察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，再苦再累都行啊。我们的愿望不是抓多少酒驾，而是愿意当你们的守护者，护送你们安安全全回家。哎呀妈，好了，哎呀，那个有机会咱们啥，那个过年的时候吧，哪天请你喝酒。哎呀，记住啊，美酒可以重造，生命不能再来。再见啊！够意。现在那个大叔，你那个驾驶证呢？我这儿有，这儿肯定好，有证。这边行车证。真是这个者啊！肇事者嘛，就是名儿起的不好，你给我改改名，你咋给我起的名？好了，不是我给你起，是我名你给起的。你说你起的什么名啊？还你叫肇事者，给我怎么叫罩不住？你说这啥名啊？这是啊？我这是你爷爷起的，我得找他去。找他是找不着了，哪天我给你改了吧？真的，这爹，这个事务处理没啥事了，走。行，走。你干啥去？回家。你回来。哎呀，对，喝车别开酒，开酒别喝车。爹，你开我车。啊，你坐你那车。阵地啊，散会。一会儿还要。